现今有好多人在健康时候没想过要未雨绸缪，忽略了当要入医院时候的生活保障。但其实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，在2009年因为疾病而需要住院的总数接近170万人次，所以预先选择一个合适的住院入息保障计划是很重要。Chartis 是 AIG 集团成员，一间拥有80年本地经验的保险公司，业务遍布全球超过160个国家，全球服务客户超过4500万。有咁丰富的经验，当然能够为你提供最全面的健康态住院入息保障计划。即刻打8228-2938了解详情啦。我哋就睇下阿 Dave 呢个例子。我叫 Dave， 系个摄影师，主要系帮人影结婚相同埋家庭照，生意都算 OK。我同 Tammy 结咗婚都8年噶啦，个仔就7岁，由老婆全职照顾，生活都算几顺利。直至有一日，可能太忙冇留意身体啦，做嘢压力又大，结果跟紧 job 嗰阵时晕咗，要即刻入医院，发现原来有心脏病。过咗一个礼拜，仍然未出得院，仲手停口停添。见到太太咁担心，一时之间都几闭翳。你有冇谂过，如果你好似阿 Dave 咁，你同你嘅屋企人又有冇足够嘅保障啦？打8228-2938查询健康态点样可以帮到你。Chartered 健康态住院入息保障计划，现金赔偿以每日计算，就能够解决到阿 Dave 因意外或者疾病而需要住院所引致嘅入息损失，从而解决住院、医疗同埋生活上嘅开支。而家电话投保手续简易，保障可以即时生效，更好享有85折优惠，快啲打8228-2938查询啦！就以 Dave 嘅个案为例，受保人30岁，每月保费折后至96蚊。当选购咗计划之后，喺未来嘅10年都唔会因为年龄增加而要加保费，即系保费低至每日3.1，仲少过1个面包嘅价钱。如果两夫妇同时投保，保费的确享有额外8折优惠，咁即系加埋有成600折啦。而呢个计划仲可以保障埋子女，额外保费低至每日1蚊。只是1蚊就可以保障你的仔仔女女了。而且 Chartis 服务快捷，交齐所需文件，一般来讲只需要5个工作天就能够批出赔偿。即刻打8228-2938查询 Chartis 健康贷住院入息保障计划有关详情，或者上网搜寻健康贷都会找到详细资料。 Chartis 健康贷住院保障简易快捷。